来来呀，听说下面最近高考了，你那忙不忙？我都忙屁了，快递送过来好多许愿的信，有没有什么过分的说出来听听？有个人说保佑他上清华或者北大或者左家庄职业技术二院都行，借愿望有商量，不过分。寄过来的时候走的道夫。来来，你有没有绝对不会答应的愿望？那一定得是铝合金和汪铁桐两位同校。那是他们的要求太高了吗？他们祈求能顺利的考上大校就行。那不太简单了吗？你为嘛不帮他们呢？我没有那个实力。居然还有你也办不到的事儿。汪铁桐同学因为自己忘带准考证，被同学嘲笑恼羞成怒，把人给打了，根本没考成。那的确是不行。那铝合金呢？你以为被打的是谁？来来，你最近收到的愿望里，大家最想去的是哪个学校呢？清华占 5%， 北大占 5%， 其他0033各占 5%， 这不才 15% 吗？剩下那 85% 愿望什么？让地球在公布成绩之前爆炸。哎，你所谓嘛，大伙儿都在求你保佑，怎么好像没几个人找我呢？是不是文化差异的问题？苏苏呀，万事万物不能只看表面，求我的都是小声叨叨，保佑我去哪儿哪儿，保佑我能考多少分。小声跟我叨叨也行，关键是没几个人啊。别着急，这不还没到时候吗？等到分数一公布，很多人当时就会不自觉的大喊出你的名字。 Oh my god，来来，你为什么不雇个人帮你处理这些愿望呢？我今儿都是全凭自愿，毕竟我也没钱给人发工资，下季度采暖费我还找你妈猜对的呢。你怎么会那么困难呢？你有那么多小弟呢？你不会真的以为功德箱里那些钱能到我手里吧？那你为嘛不下去想办法赚点呢？竞争压力太大了，面试也不好通过，学历又不够，赚的和付出的时间不成正比，消耗生命得到的只是苟延残喘。这些你一个神二代你理解不了。我感觉你说的太深奥了，你要能说简单点也许我能懂。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。